台北人对牛肉面的要求可以说是近乎苛求，而这一家位于永康街的永康牛肉面真的是经得起饕客的考验。颇具名气的店家呢，已经成为美食界的台湾之光，甚至还有许多国外的观光客因此慕名前来。前店主呢，原本是一位郑姓老兵，他用自己家乡常用的豆瓣酱来熬煮牛肉面，没想到因此是大受好评，小面摊呢从此声名大噪。不过后来因为前店主呢年事已高了，便把这店面转让给了罗姓店主来经营。当然呢，现任老板也不负众望，将原本的好味道传承下来了，到了现在依旧在永康商圈里头来飘香。